都好一点，你这里，感觉还是有很久，但是多久？你这里做好一点，然后比如说你，我打开对称哦，怎么那么卡？你这里，你这个文件。有多少个面去？才100来万个面，怎么就那么卡？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这个驱动问题。待5个小时。对模型优化，就是说从这个基础上优化这个模型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调小一点笔刷。你看，比如说你这个，你这里肯定是这种啊，是不是？我画一条下来，是不是？我就是。比较好看一点了，这个就有形体了嘛。你这个转嘛，这里，像你这里，你看这里模糊不清，这一条勾线下来，很模糊。很模糊，就比如说，你这里这条线，是不是？你得勾得清晰一点是吧？你这里再转过来，这样子嘛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要优化它，必须得形体得不要那么模糊。你要做那种效果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才会后面才去做，先把这个形体，你看，比如这种形体做好一点，不要去急着去抠这里。我们要尽可能的是2步或者是1步啊，一步到位，比如说抠这种线，1步到位不行就2步嘛，尽可能的去，整体做出来是软的。你这个你是说怎么个软？你这个不算软啊。因为你这里怎么软呢？你这个边边都不整，你看歪歪扭扭的，歪歪扭扭，歪歪扭扭，它肯定是不整的。我们用这个笔刷来刷一刷。你看这里都，你没整好这个形，你就开始做细节了。后面就会觉得它歪歪扭扭，然后看起来就松松软软的，不扎实，不扎实。像这里我们嘴巴嘛，你这个形还没给到它这个嘴巴，你看你一定得这样抠好啊，你上面你都没抠好。是不是尽可能一条线去把这个形体做好？尽可能不行就2次，不行就2次。这个笔刷写大了，还是大。尽可能的去一次性做完这种，你就不会像走路一样多走一步，花的时间就多。你这个已经做得不错了，真的，已经不错了。就有些形体，这种小形体、用大形体的关系，你要做好它。你看这里，是不是？这种形体，本来这个大形体是这样子的，你现在在弄小形体的时候，你已经把这个大的形体给模糊掉了。
把一个大的形体给模糊掉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复制一个啊，复制一个这个模型，然后我们自动拓扑给它，自动拓扑，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 B 键，B 键找到，好像是这个键，我们画几条线，然后自动拓扑一下，找到这个，画一条，我关掉对称。这样子的一个布线方式哦，这样子哦，我们再点那个，点到0.1，哎呦，这个运算的比较久，看这里，哎，我录屏没有？我刚才录屏了没有？我看，回头看一下，哎呦，卡了，我录。哪些是运算的？可能这参数调的太大了。我不教过你们怎么投射这个模型吗？这是一个自动拓扑。这没有参数多少的，只有你去测第一个的时候参数，你觉得打开，到时候你测出来了，这个拓扑，这个你这种运算成功了，你来看这个布线，你看，在我们打开这个 Shift F，你看这个布线，基本上这个面数够了，这个面数够了，但是这个布线不是很好，布线不是很好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相同的再给它拓扑一次，还没有那么好。再相同的拓扑一次，或者是一半，或者再调低一点，再拓一次。你看它就很规整，很规整。这个是不是？这就比较好看。这个太高了，这个面数啊。我们 Shift F 是关掉，Shift F 开启啊，一样的。减就是一半，这个面数的一半，再重新拓一次。那这里出现这个。再拖一次，还不是很好。这里有三边面，相同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们把这个显示出来，一开始你这个啊，好，我们把这个重新拓扑出来，这个，我们给它升级一下几何体这里，细分网格，点一级、两级、三级，给它一个投射啊，先给它个投射，三级，我们打开上面这个模型，先给它三级的一个投射啊。低模还是得细调啊，这个效果拓不出去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说这句话。就是说，这个只是做一些配饰的话，或者是你们做游戏啊、做动画啊，这种有要求布线严格的话，这样拓扑是不行的，肯定是不行的。只是我现在在教你们在用这个自动拓扑的功能。我们再升到三级，投射一下。我们孤立看一下，你看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孤立圆润一下它，看看圆滑它，圆滑，圆滑，再把孤立开启。这个。再升级，Ctrl D，再 Ctrl D，可能我们一开始
用回这个 GarageBand。啊，崩了，崩了，崩了！哦，知道你这个文件怎么那么卡？基本上就是一级级升上去，然后就投射它，就 OK 了。一级，二级，三级，有时候这里没有出来，我们拉它出来一下。这里。哎，传过去了。鼻子。哦，头。因为我们拓扑的时候，自动拓扑的时候，这里的形体基本上是抹掉了，抹掉了的，抹掉了，它就。映射的时候就有时候映不上来，就得调一下它，设一下，映射一下。基本上映射是这样的，后面我们再讲这个映射吧。因为你这个文件，我刚才一开始自动拓扑的时候，你这个这里拓扑的面数比较少，这个比较少的面数，所以映射的时候有点难映射。我们先讲我们怎么来雕刻这个先吧，这个。你这个主要还是这种形体，你得做好。这种形体，大的形体没什么问题啊，大的，哎，这里要做一下，下巴这里，还有侧面这个嘴再移出来一点，侧面移一点点。感觉这里高了，这里高，眼睛好像还要缩一点点，你这个问题不是很大，我先退出这个先，有点卡。我打开我上次的文件啊，你们用那个19用的还稳定吧？我们来加载上次我做的那个文件。体检，这种形体好做。我们这里导一张参考图进来。
shit，图片呢？图片呢？这样子，这个关掉。我上次感觉做这条环啊，这条环感觉还是大了，这个环大了。那我们重新再做一个环吧。点到这里，点到这个环，按下初始化这里，十四，差不多，14，基本上吻合。我们这里添加插入，追加吧。这个是。搞错了，不是这个。这个。Shift，按住 Shift 键旋转。缩小它。这个删掉，差不多，缩小一点点，好，OK，我们来继续做这个狮子头。我们连到幕府，比如说再调一下这个形，调哪里呢？调这里。到这里，到这里，坐上去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确认一下这个形体啊。这里。用这个了，这个点石蛋蛋这个笔刷，继续抠这里，这里这两个，笔刷小一点，抠的不是很好。尽可能的去。快，就是说一步不行就两三步嘛，不要，就是说抠的太多，反正就是把它做的顺一点。
这个是谁？刚才那个文件是谁的？我看一下。那谁的？哦，曹松的是吧？曹松的文件是吧？刚才那个，你是不是学过泥雕啊？或者是有基础啊？就是你对这些形体上面的，是不是学过？这里这条线很难画得顺，因为你这个在边边上面。好，我们用 实弹大笔刷，把这个形体加强一点。大笔刷缩小一点，这样子过来，这里收一下 Alt 键，把这里收一下。这个。一笔让它鼓起来，这里也是。用 Crayon 笔刷把这里填高一点。刷平一点，有不用，我不用那个硬边表刷来刷这里。我都有时候都可以做得很平，但是得费功夫。用这个。这里有个，这些棱角，我们一定得把它做出来。这些棱角，你不做这些棱角，看着它金属感，就像刚才问我，就是一个怎么看起来软软的模型，你要把这种棱角做。
水龙角。你如果这个布线的话，要规范一点的话，就相当于人脸那种布线了，做这个头部。但是这个属于配件的话就没必要，做配件做动画基本上是它是动的可能性不是很多嘛，也不完可有可能就是完全就不用动的这个相当于静物。所以它有时候这种小零件的，如果游戏的话可能要求，因为它，就是那布线要求一个模型不能超过多少这些场景的小配件，尽可能去用贴图去表达这些。哎呀，这个是弊端，总会出现，画着画着出现两条。我把这棱角做一下。面数还不是很高，我这个。我现在来抠在这里，给它一条棱角。你们清明都不回家吗？你们都睡着了是吧？聊聊闲话嘛。到重点的时候，我再跟你们说一下。基本上，先这样做这个棱角，再用这个硬边笔刷，在这里稍微整一下它。拉近一点，啊，这样子，哎呦，我操！它就很 nice。就这样，后面我们在生面的时候，觉得这里锐利的话，一个圆滑就 OK 了，差不多。这里有点凹，没事。我们继续做一下这里的形体。这个笔刷调大一点，有时候对称到一个点交接的时候，雕的时候把握不了这个力度啊，因为它是还是有重叠的地方。
策略是这样子。他到这里了，他到这里了，还是有那个毛出现啊。我们把那种形体做的差不多了，再抠这细节就简单一点了，简单一点。这里感觉还不够土，这里用木浮笔刷把这里调高一点点。调高的同时，把这里调高一点。这里，好，我们来抠这个，抠这个线，哎，你们刚才打字了？嗯。你们离家有多远？10万8千里，广东到黑龙江吗？要2天，800多公里啊，其实也不远。这形体，等下我们的耳朵做一下，这里也是，我这个先把这里做一下先，我们再来抠细节。再去抠细节，有时候你填的不多，像这里啊，填的相当于泥嘛，填的不多，它刷的时候就刷不出效果。这里调一下，
这样子。这里就凹凸不平。我们尽可能做一个东西啊，是做到它的，你认为你做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停笔了。因为你自己做的时候，如果你感觉到它还有很多东西不足，那时候你又停下来了，不去做它。那时候你就是你，就是你想进步的时候，你就不去做它，说明你就学的东西就学的比较少了。到时候你学到，尽可能是自觉一点，自己去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再去把这自己的问题给纠正过来。这种后面再处理这些，后面再处理这些。这里填不饱和的时候，这里会没那么好做。我操！杀到我了，这个是干嘛？啊，我们继续哦，我们继续，直接把这个这里拉拽出来。再把这里修一下，把这里修一下。这些我们直接移了，move。这个刚才好像没有刷到这个。
刷了，好像也不够。尽可能去。那去对比一下这个眼睛哦，这里显得大，这里要进去一点，这里是。鼻头这里再大一点。这里再收一点点，眼睛还不够圆润，我们再雕一下它。不够圆润，不够水灵灵。这里你看，这里我们把它画上来一点。再用这个，碎面，因为你要合成组啊，你要打成组。我你看，我开启 Shift F，你看这两边两个颜色，它是分了组了的。你看两个颜色，它是分了组的时候，那你导出去的时候有可能是破面，有时候会出现破面。你在这里 Ctrl W 它就 OK 了。我操，失灵了。要先冲突，你在这里把组找到这个多边形组，这里可见组导出去，你看它就是一个颜色的可见组导出去，你不要分成两个颜色的组导出去哦，有时候出现破灭，尽可能的打成一个组。我发现用这个会议平台来做这个有点冲突，热键。我们继续把这个做完。继续雕刻。六件，这个不好刷。
在这里扣一条边缘线，这个是眼袋这条，我们把这强度调高一点。这里，它是有两个形体，上面一个面，下面一个面，然后组成这个眼袋这个形体。所以我们做这个的时候也要把加一条这种，这里显得。有点高，它是这样一个形状上。这样子，这里也是，我们主要把握一个高点、低点，你就。可以做出一个立面。好吧，这里稍微。这里它是不连接这条下来的哦，这条它不连接的哦，它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条穿插过来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条连到这里，然后这条上来这里，这样子的一个走向啊。按理说，这个是鼻子的结构，我们按理是做成鼻子的，但是这种装饰品没必要了，就是按它怎么来就怎么来啊。按人的话，这里是不是凹下去？这里的鼻子，我们就按人的那种形状来做啊。我们不管那么多，把这里，只是我们把这种做的硬一点，把这物体做硬一点。
它是这样的，这个进来，杯子，这里有一条进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转出去。你们如果不懂这种结构，也可以自己照照镜子看。先把这个小细节做出来。这里没那么深，我把它填高一点，没那么深。这里。有一个结构没巩固过来，我们也要把它做得好看一点。没巩固结构，这条眉毛会比较大一点。嗯，再比较晚一点。我们把这里形体。小形体优化，后面我们再用那个硬表面来，它就好快一点。这里有个形体啊，这里的时候。它没有那么宽，我们把它压缩一点。这里出来一点，然后再到这里，用 Dynamics 啊。这里出来，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线，这样子，然后再到这里一个转折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直接就连过来，四个转折 如果你就直直一条过来，为什么有时候你们看的时候觉得还是不够，觉得还是又觉得它软在，为什么软？就是因为有时候你这做的这东西它没有一个转折。虽然它，你看这里，它的变化比较它的变化比较轻微一点，但是我们也要把这种转折也做出来，这种转折，我把这个调小一点，把深度，把太宽了，到这里。你看这个点跟这个点。它基本上是对齐的，基本上对齐。如果这里不够的话，我们没有把它加宽一点，我们再把它拉过来，这样子，它就有个鼻头鼻翼的一个结构在这里面，鼻子也是一样这样做的，人的鼻子啊，它上面这种结构。如果你们就一条线拉下来，
自己看着自己都觉得不舒服。我们尽可能去要求自己把这东西做好。用适当的、轻微的，把这结构线做一下。这个点，它这个点要到这里，要到这，我们移一下它。拉到这里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再把这里填的平一点。这里属于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穿过来的，这里这样子。哦，追求啊，追求，那我下次课跟你们讲一下追求，追求怎么用啊？讲一下。就是教你们简单的拉一个形，然后再雕刻。追求，追求可以，其实功能性也挺强大的。有时候用的不是很多，因为你怎么说呢？就是你熟悉完了，就说你做多一点案例的时候，你接到一个图过来，你就会知道你脑海里面会怎么把它怎么做，怎么把它做得更快一点。有时候追求。做动态啊，做这些翅膀啊，做翅膀也不是很好，做那些藤条状的东西，人体也可以。就打摆 pose，摆 pose，摆 pose 它是非常好用的。做竞争的时候，你会用处非常好。不过我一般我熟悉完的时候，一般我都会去拿现有的东西去改它，这样就会，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。我们先从鼻子做起，往外扩。鼻子，我们用到这个，硬边鼻刷，把这个鼻子刷一下。这里，它是根据这里过来，这样子，这样。
这条还不是很宽。差不多，不要太。还刻意去把这里，太刻意去把它做得很硬，因为有时候你这东西啊，通过岁月的流失啊，这种东西会腐蚀掉，把这种零零角角磨掉，棱边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没必要做得很。尖锐尖锐那种，啊，今晚的课我们先上到这里啊。